根本没有看鬼灭，然后这个是我们一起做的封面意义不明的手工卡片，这样里面有很多照片啊什么的，然后有一些我们写的字。很多花过来，花钱子耶！你觉得有没有像那个金发碧眼？有没有像那个半斗那种身上都会放花，就是那种半斗都放假花了。对啊，跟他讲了。所以说到半斗啊，就是贵宾席了。超想。对。哎、欸，你不会做效果，你要做到大笑吧？你不觉得莫名其妙吗？我觉得莫名其妙。OK， 然后就是放我们这边了。好，隔壁席，我们弄好了，觉得怎么样？嗯，很漂亮啊。贵宾席，超大，瞬间荒唐。可爱啊！你酷啊！很酷，真的超酷！我真的第一次，就是放在过生日。哈哈，这画面超怪的，喜欢吗？我们假装没有蛋糕，我们假装没有蛋糕，然后我们准备了这种，然后我们要先假装就是只有这个，只有那只可以吹。我们现在去准备这个惊喜。我们寿星现在在自己在点自己的蜡烛，它有味道的、欸，那个是有那蜡烛是有味道的、欸。我以为，要闻闻看吗？那个蜡烛是，什么味道的？好香啊！它真香，哎呀！我真觉得好好笑，我们。那个蜡烛没有自己准备就算，我们给寿星自己这边点，然后来点超久，然后他要自己搬石头。好，我们开始唱歌了，差不多了，唱完一首歌就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再一次，没有默契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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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, yeah, 吹蜡烛，来，第一个愿望讲出来。哦，对，很快就要吹，是这样。要闭眼睛，强迫。
你觉得目前的那个我们这样子帮你过生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可爱啊，我觉得很酷耶。我第一次在外面跟人家过生日。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把生日跟别人说，就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很喜欢生日，就是觉得生日就是可以，其实可以不用过，稍微的带过就好，所以我就不喜欢，就是有不熟的同学跟我说哎生日快乐，就觉得有点尴尬，所以我就没有跟很多人说我生日。那你觉得这样惊喜有到吗？有啊，哦，那个贵宾席，那个贵宾席真的是特别好笑。他明星的口红是啊，真的吗？没有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许愿，真实真实，再许一个，许三个，四个都读台北，四个在牡丹，我有想许这个，好，是你许吗？耶耶。你这个是没有真的是没有想哭吗？有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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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他走掉了。这样。你现在情绪非常的感动，所以我们决定要送你一个，我们另外一个，另外噔噔噔噔。他喜欢铁质的那个铅笔盒，我们就想说送一个，而且重点是他根本没有看过鬼灭之刃。你打开吧，他超精美的，超好看的，超好看的，对，不一样哎，很实用，对不对？很实用，对不对？就是好看又实用，对不对？还有生日快乐。学测生需要一点计划。你看一下你的卡片，上面有什么东西是那个很酷？哦，没有，还有什么？对，很有机动性的。对，那个环对不对？机动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唱歌。快乐。我帮看着，我换上面。最近是不是秋天了？对，祝你生日。我们在最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一点那个吗？蜡烛加庆神吗？祝你生日快乐。剩下的蜡烛味道很好闻啊，真的。对，幸好，你可以回家慢慢点。好险啊！哎，给你啦。安全帽里面是什么？你说哭怎么样？太丢脸。那你昨天说什么？我说你没有哭，然后就把你打哭。哇！哇！在哭，现实。这个我们是昨天才做完，就是他生日前一天才做完。对，我们昨天做到快10点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昨天原本是三个人要一起先去那个读书，然后结果他就来了，我就没办法。他来了。我们就没办法在他面前坐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等到他走之后，我们坐到快10点才回家。就是我们刚本来要拿蛋糕，结果就是我们好礼拜三哦、喔，你要切蛋糕。我们礼拜三就先跟那个哥哥讲了，我们说礼拜二的这个蛋糕我们要两个，对对，就说好，那礼拜五我帮你订了，就是因为这个货现在目前都还有，所以对，你们那时候买的话应该还是会有啦。然后我礼拜五那天我帮你们注意一下，我会帮你们留。对，我们刚去哦，我不知道是这款，虽然没有进货哎，而且他好像是有进货，但他没有放上去。对，然后他就说没有进货啊，拿到的。我们为了准备这些惊喜，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讨论好，今天其实上课的时候想要讨，其实只是上课下课的时候想要讨论。
但是你今天超黏我们的，你平常不会这样。我们周二都没有去图书馆的。图书馆，我们要等你之后再去图书馆，就是一块到我自己。对啊。我就想说，哦，好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中午要睡觉。然后结果他吃完鸡之后他也不睡。他也不睡，你也不睡。然后我们假装说我们要上厕所，然后我就背着包包，我们就准备想说，就是还不用等他出来，我们就自己先去图书馆。结果他就跟着我，他就跟着我，就是我那时候假装说我要去找学妹。我们两个去上厕所，然后他就跟着我们两个。对不起。然后我想说他要去找学妹，我也想看，然后我就跟着了。你平常没有这么黏的啊，你平常就是都在教室睡觉啊。是什么用啊？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哎、欸，你们想说要玩游戏，然后就找了江一轩。他说，哎、欸，他去找学妹，走，我们去找学妹啊。然后就去了。我想，我一直建议你去找那个。等我，我也是。贴地刀。你在整理贴地刀。对，然后贴地刀。我说他有点话吧。你刚刚弄。没了吗？耶、yeah, ，总之龙君十八岁了，耶、yeah! ！快乐快乐。那我跟大家说再见吧，拜拜。意不明。我剪进去哦，对的，我剪进去。看我，现在反正像耶耶，拜拜。Bye bye欸、真的超酷的，我第一次看到人家过生日，像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要什么抽屉买得起？两个抽屉都是我的，这两个是我们的，耶、yeah! yeah! ！